First, we have President Lisa Su want to make a few welcome speech. 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 Lisa 会长为我们致辞。各位乡亲、侨民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大家能够来到台湾中心，我们所有团员呢，都非常的高兴。然后今天刚好是否那个双十国庆啊，所以我们今天齐聚在这里，一起来庆祝我们中华民国113年的国庆，跟我们昆士兰国乐协会9周年的成果发表音乐会。我们在此不仅会回顾过去，我们也展望未来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时刻。那今天的音乐会呢，是显现我们的展示成果。那不管是古筝、二胡或是其他传统的乐器，每个音符都代表着我们的文化，传递着我们的情感，让我们在音乐中能够感受到故乡的温馨，跟我们故乡的灵魂。我们的国庆呢，不仅是对历史的纪念，更是对未来的期许。在这里，我们不仅庆祝我们的国家，更庆祝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传承。让我们一起携手，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，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且爱上这份美好。那最后，我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，还有所有的表演者以及在座的各位来这边支持我们啊，让我们一起能够享受这场音乐的响宴，共同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。谢谢大家。